真好。哎，中心点怎么没有小房间？他没有放，他可能不想我们进去。没有第四本书。哦。啦啦啦啦！我看到小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集合集合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另一个村庄这边。对。另一个村庄。对。在哪里？啊，有人啊，我要走了。哎，有人躲在铁匠铺在那边偷偷看我们，我要走了。哇，看到繁星的兔子。那个里那个里面有人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双盾战士还全。选铁装哎，怎么可能差那么多？衣服裤子的衣服裤子，不是啊，那也太跑了吧，跟我们比。对啊，哎，他们三个人这里，小雨断剑哎，要小雨落单哎，怕。小雨落单哎，小雨落单，好了，打到小打小雨啊，啊，他游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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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啊，那来不及了，他跑太落远了。单，哇，那怎么办？不知道能干嘛，只好怎么办？躲起来挖矿了。啊，好啊。你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刚刚那个村庄往前走一点的位置而已。刚刚的村庄，我们已经离很远了。就是、看到你了，看到你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过去你们。我们，那这样中心点呢？我们是要去中心点下面挖矿啊？对啊，去啊。中心点在哪里啊？还记得中心点吗？啊、我打，爱心这边是不是？哦，爱心，爱心岩浆。那我就我要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你说真男人哦，好，真男人法。小英，等下挖下去挖到眼睛。我也是，你等上面叠，我以为有人在叠沙子，吓死我。哎，繁星嘞？等一下，带点物资下去。好，对啊，我也带点物资好了，多带一点。枯木枝。如果就这样挖到岩浆，我也是认的。感谢订阅三个月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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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要左右手互换哦？不小心按到了。反正你有看到他们的洞吗？在找啊，你们在哪挖？岩浆池那边，他们在岩浆池那边，那个爱心岩浆。岩浆挖到第几层啊？嗯，好，要掉应该是统统先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挖的比我下面一点。在这啊？你挖的比我下面？那是锤石洞哦。对耶。小心啊！他们是在地表啊，还是那是你们？地表，我们啊。你们，那你们。那我往下喽。哦，贴贴贴。好黑哦。啊！没有食物。肚子饿了，我有，我下去。好，他激动在哪？欸，在下面啊。嗯，你挖到十一层吗？不是，还没，我这边烧铁。哦，我现在有点害怕，我如果这样挖一挖，会不会突然就冒个怪物之类的 ？Don't be scared， 别洗啦，欢乐场而已。然后我就要把怪物带给你。哎，慢，然后我就去楼上找你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怕。哦，没开字幕哎，每次都忘记。你们挖到几个高啊？我在十一，十一好。我在做东西。哇，他没有那个第四本书，所以右边不会显示现在边界说到哪、欸。啊，对，那个是我做的额外的那个。好危险，不然原本是对啊，这样超危险的，好恐怖哦。觉得怕。这个时候就会知道哈基做的东西多贴心了。真的，我都不懂他用心良苦。刚、村民那个火炉没有办法挖啦，我死着搞。隔壁。隔壁，好，隔壁。哎呦，小心！哦，好黑哦。来了，我还送肉了，不是送肉啊，送吃的了。你要吃啊？吃今天晚餐吃什么？吃不下去。哎、欸，
什么送甘蔗哦？对，吃不下。哎，传传啊，这个可以吃啊，只是不要那么快吃啊。哦，好，一定是金苹果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嘿，有岩浆的感觉。哦，不是，是你。对，没有开音效。阿纪，哎，你一定饿了。嗯、我没饿哎、欸。那还我。哎、欸，对，忘记打了，好重要哦。打什么了？对不起，那个农作物忘记打了。哦，我看见了我们的光明，光明之石，钻石啊？不是。让我们拥有光明的东西 ，light， 哎、啊，亮了亮了，火把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出地狱门呢、欸？要出地狱门干嘛？我们还有十个黑曜石。哎哎哎，不行，应该没开啦，应该是没开吧？没，试试看嘛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想试试看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只需要打火机而已。但是等一下挖钻石的话就很浪费，就是了。没差。没差吧？没有啊，钻石两颗，我们就不用挖黑曜石了。没有啊，一堆哦，我懂他的意思了，我懂他的意思。因为他说，如果我们有挖到钻石的话，这样子就不用再另外挖，做撰稿挖黑曜石做父母台、啊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可是应该还好啦，欢乐场嘛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做，我们来做吧。等一下、啊，你们有人有那个吗？打火石？没有。没有，哦、有那等有哦，你有、啊、你有啊、哦，那做一下，来来来来，啊，有人有铁吗？一块就好。他进那边吗？你有哎、欸，你有，你那边什么都有啊。哎、欸，你过来我这边捡。好，过去捡。我当搬运工。那好，你先把门做好。好，我先把门做好。这里。这地狱有没有开？感觉没开。嗯，没关系啊，就测试一下。没开，到时候就去说哦，都没开啊，我想去地狱去不了。去不了。巧克力会回你说去地狱干嘛哦？挖银光石啊！我要去我们找会不会玩游戏啊？有像有像，哎、欸，有地狱门，我进去看看嘛。哎、欸，进去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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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没了没有了，不，哎、欸，清掉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多点几，再点再点，好点，不行，他要连闪清掉这样子，好讨厌哦，让我进去一下嘛，我不见了，好讨厌的感觉。嗯，好讨厌的感觉。嗯，好吧，继续挖石头。字好难写。要骷髅，骷髅声音。说好的地狱。哎、欸，挖到边界了，我的发，我的发，快跑啊！怕？不怕不怕。好想去地狱，好暗哦。点根，好悠哉。UHC 其实是可以开地狱的，只是看你有没有开而已。这样，嗯嗯，通常大部分都是关起来的啦，因为其实去的也没有什么挖不到东西啊。对。除非你运气很好，在除非你对直接在碉堡里面。我目前玩了这么久，麦块就一次而已。直接出现在碉堡里，好多金苹果，还有钻石装，还有很多马凯。哦，马凯，还有驯服马，钻石。哎呦，刚刚的钥匙浪费了，有几颗啊？可是我们也没有青金石可以附魔啊，哎，八颗哎、欸，八颗哦，好多、哦，哎，他们在这里啦，哪里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前面对岩浆，右边繁星往右边看，右边那条路，真假的出来了，他们过来了，对他们下来了，干嘛下来啦？他们下来了，汪汪，你的右边有没有看到？
那边岩浆那一区，他们在那边。哦，哦，做钻装喽。你做，你做，你穿，你穿，全部都给你，不留一点余地。对对对。你们有没有木头啊？我没有木棍。有，你过来我这边。你小的不去。你现在在挖，现在烧一个。对，烧那个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乱穿乱穿装备。地上扔给你。那你有铁？你刚刚有没有用到的铁吗？没有。就没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啦，有没有看到？通通来了，而且还有钻石。那他寄金苹果给你啊？后面、哎、他寄我金苹果也给你啊。你的装比较好，比较好打。来来来，他寄我的放迷彩，不是迷彩，彩色装哎、欸。他在右边，右边有白，有白有蓝有黄。右边那条路往前走的，他们在那边沿江过去的。哎、欸，你看小雨，我看到小雨没有？小雨的衣服总是特别的亮眼哦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他们天兵吗？来呀、啊！有吗？没有。他们还没有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，你要干嘛？丢甘蔗啊！我也会丢甘蔗啊！我也来丢。来换我丢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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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个声东击西。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熊猫，小心，小心。他们在哪？他们在哪里？右边是不是？哎呦，冲了！又是，又是，耶！哇，耶！哈基六六六，哇，又是，又是有装备穿了，又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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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装备了。他们铁装没关系，我有钻装，真好。帮他们烧一下。哎哎、欸欸，干什么？阿、啊、基，你们这是酋长大人啊！阿、啊、基，你们都有钻铁装了，大家钻装一下啊！阿基，为什么你没有强迫症发作啊？对啊，强迫症发作，为什么？就那颜色那么多花，穿着不同装备啊！啊，上面的村庄我们超级纠结的，怎样了？但有一个村民可以换东西。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我们那边的村庄是很快就被掩埋了。哦，上面好多怪物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一出生在村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他的兔子皮、兔子脚可以换钻石。嗯哦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没有钻石，我们没有换，我们没换。我们是在一个不能下去的、那個。好想开箱哦，怎么办？那边怎么弄一下？我这边有遗迹耶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就在这里啊，好想开都开不了。我们快到的时候已经一半了。今天开箱一下，有哦，钻石马凯就在这里啦。哦、怎么了？你知道他那个可以用黄金马凯跟钻石马凯换成神功？哦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遗迹里。这个太难了吧？这太难了，你要找到这个。很远欸、而且你知道，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冲过来拿好石头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外面了。对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我们的村庄比较近，可是。好像没有别的箱子。嗯，你们的村民有比较特别吗？就有一个自定义村民的。在哪裡？对啊，就一个自定义村民。他把他杀掉吗？啊、我们还在啊，你可以 TP 我。没有留啊，我们有留啊。这个、啊哦，这头怎么了？嗯，他头不见。他就我觉得他的脖子看起来就他哦，他看着下面。可是就差一个钻石马卡，这真的是有一点啊。这样没看到，谁做的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就是他在悬空哎。谁做的？上一张地图是哈基讲，谁做的？